恭喜你成为造化神眸的主人。你是？我是造化神眸的器灵碧波仙子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神器有多厉害。怎么？伴随着危险，你可不要被假象所迷。目前要紧之事，便是见到即将到来的仙门之人。木勋蛰伏良久，此次现身，似乎还找到了应对魔族之法。不知此法跟其子是否有关？师尊。我要去截杀董皇后，他身怀道体，自不可留。木勋，你终于现身了。当初本座能让你无法翻身，今日也有实力就此了结你。若玉阳子和木勋在，正好一网打尽。他若叛逃，后患无穷，定要把那夜不归给我找出来。姬无伤，你在外随意结交狐朋狗友，丢的是我姬氏的脸面。作为你哥哥，今日必要替父王好好管教你。姬少王，你别太过分。人家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那是上古神兽麒麟的仙魄。我来试试。我虽无法驯服吞天，但也炼化了麒麟仙魄。灵秀，他交给你了。哼！哼！他人之物便是再贵重亦不可觊觎。太阴长河，一剑碎星。我竟不知你潜伏于王都如此之久，无数人的生命系于王都，我怎能容许你肆意妄为？犯我王都，还敢口出狂言？